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仪式，欢迎习近平到访。我们来看看目前现场的最新画面。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正在由哈方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的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府中央大厅的现场画面。现在中哈两国领导人已经走出大门，正在向中央大厅的中心地带走去。两国元首将首先对两国的官员进行握手致意。习近平主席正在向哈萨克斯坦的各位官员进行握手致意。画面中我们看到有哈萨克斯坦总理斯麦洛夫、第一副总理斯克利亚尔、副总理兼外长诺尔特列乌等哈方官员。那么就在习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他还在哈萨克真理报、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发表了题为《同心笃行，续写中哈关系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他指出，11年前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得到了哈方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正在同中方官员进行握手致意。习主席指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画卷就此展开，中哈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展望未来，中哈合作大有可为，希望通过本次访问能够同托卡耶夫总统一道，就中哈关系未来做出新部署、新规划，推动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那么即将进行的是由两国元首共同检阅哈萨克斯坦仪仗队。两国元首对哈萨克斯坦三军仪仗队进行检阅。我们看到本次欢迎仪式的举办地是位于总统府，哈方总统府的中央大厅。这座建筑本身呢，就融合了东方与欧洲的两种不同的风格。那么今天所在的中央大厅呢，总面积呢是1800平方米，内设40多个装饰的吊灯，展示出了别具一格的哈萨克斯坦民族特点。现在正在我们看到中哈两国领导人正在聆听两国国歌，即将进行对仪仗队的检阅。习主席本次访哈
另一项重要日程是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方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阿斯塔纳峰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凝聚上合组织大家庭，开辟组织合作的新格局。那么此次上合组织峰会之后呢，中国将会接任成为2024至2025年的轮任主席国，也是时隔7年再次担任。习主席是于昨天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本次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也是应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邀请。我们看到托卡耶夫邀请习近平主席一同检阅仪仗队。军乐声响起，现在两国元首正式对仪仗队开始了检阅。那么本次习主席访哈也是习主席2013年以来第五次访问哈萨克斯坦，这个中国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他将亲自擘画推动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的中哈命运共同体，开启两国关系新的黄金30年。习主席上一次访问哈萨克斯坦还是在2022年的9月，当时托卡耶夫总统呢将金鹰勋章授予了习主席。